说明星对张子枫没有多双标。节目中彭昱畅带着女生去给秧苗喷药，他对其他女生是这样说的：你小心啊，小心别把那个秧苗踩疼。而妹妹受到的是这样的待遇：妹妹你小心啊。我知道，不要踩秧苗，注意安全，妹妹。张柏芝送给彭昱畅的蓝色手包，他收下后爱不释手。荷兰豆暗示鹏鹏会不会送给自己。鹏鹏不可能，鹏鹏不可能。一旁的黄磊又暗示能不能送给妹妹，彭昱畅想都没想就答应了。可以。我太难了。不仅彭昱畅对待妹妹双标，黄磊更是。黄磊何炅准备上山时一再叮嘱彭昱畅要小心。见着你没关系，电视他不行。了解，反正你就弄清楚怎么回事，别让他插在插头。好，我插。好吧，然后出去割草，割的时候你割你腿没事，别让他割腿。好。安慰张子枫时，黄磊更是一脸的宠溺。你姐很棒，慢慢的啊，越来越棒。好动作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什么都不要怕。而看到一旁的彭昱畅，这又立马不同了。你就无所谓了，不顾别吃你。不是，眼泪也不是，哪有这样，哪有吃？你这个行为就是。